很多小伙伴说我们活竹子是毛鸡蛋，其实这两种从根本上就有差距。毛鸡蛋不能吃，但是我们的活竹子被称为双绝，味道绝，营养绝。来开一个，这里面有一口很咸的汤，不随时喝，感觉一口不够瘾，我把它打到一堆一起喝。这就是剥出来的活竹子，都能吃，只是这个底座稍微有点硬，如果不吃可以选择不吃。如果还是不敢吃的小伙伴，今天教你一种新吃法，剥好的活竹子蘸上鸡蛋液，裹上面包糠，这是将我的水干。太鲜了，下锅开炸，拿着金瓜头捞出来，来尝一口。这是炸鸡的味道，哇哇，味道真是相当不错，想吃的小伙伴赶快去试一下。